真物极了，没想到吧？真是物极了呢。你今天好高冷，太高冷了。我只是在打卡而已。你要试一下你的花。没想到把我到北京，感觉北京有点太凉。来到了北京，我就北京，哇！要买胶卷，因为我那个相机在我没带胶卷，我们拍一张吧。让你看看中卷，而且关键就是它现在的价格要一个舒适的卷，然后加上二十五，你好，你好，那个拿一个这个，好，你好，哪个？这个。这个价格没有一百一十八，这个什么？两百，这个两百就是。那我这边我带了个柯达。我转了。那这边看看。好。这边正好这边还挺多的。嗯。
子。其实也形状太多了，这是他们的车吧？我今天这个就很适合骑车，很时尚。就是我今天这一身，如果我会骑机车，那我就太酷了。很可惜，是我亲自指点的，有什么关系吗？直接构图很不错啊，还是很听得进去的啊。刚遇到了我的粉丝，而且是我先认识他的。然后呢，我看着他，他都没反应过来，然后他下一秒就反应过来了，然后掏出了我的小卡，很厉害。今天冷得我特别特别的肿。也可能是昨天，但我昨天没出去啊，好烦。今天我们去鼓楼，今天有鼓楼一条街，我冷死了。穿多少？一个短袖，一个体外的。我真的不行。线吗？左转，然后马上右转。哦，没有。可以买一个。对，可以买。我现在在公厕门口。冷死我了，这跟我在上海不一样。在这边那边，那边。妈，其实已经到鼓楼了。到鼓楼了。先把我的脸放上。哈哈哈！哇，我瞬间好一下，我太聪明了。哎，我瞬间好了，真有用。你在这儿吹着等吧。我已经好了，我觉得可以再站十分钟。从刚刚的有点痛的要死了，到现在我又好了。鼓楼之行从开始就结束，对，没开始就结束。谁能想到我现在这个视频是在厕所里录，我都不好意思。展示一下，你买的刚刚在寒冷状态从200%变成了100%，应该买一件，期待更多保暖内衣。啊什么？应该买一件保暖内衣的。应该买一件保暖秋裤，这样子的话我可能就会好一点。对，裤子。现在还是有点冷。好，你展示一下你新买的衣服。我买的。人不应该这样的，我们应该过一些很朴实的生活，而不是我们应该在，我应该在天安门。对啊，我们应该感受人文的风情。结果呢，都怪这雨，这些雨停了，我也有点冷。下次有机会一定来。还是照了两张鼓楼的，好吧？确实，照了两张鼓，只能发出来啊。我们看到了一家定级店，但是我们进去有一种很尴尬的感觉，因为其实我们就进去看看好吗？他们问我们，我们就说我们什么都不懂，好吧？其实我在网上刷到过这家店，没有做那个吗？我觉得终于买一个，你怎么
拿回去寄，让他们寄给我们。是在看价格吗？对，我看清。